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，今天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。宜兰涌现了出游人潮，下午国道5号北上路段再度大塞车，沦为大型停车场。而民众抢在周末出游，因为从明天开始就要跳水式降温变天了，冷空气的强度可能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。预计最冷时间点会落在礼拜2到礼拜3清晨，北台湾的低温可能会下探到13度，中部跟花莲地区的低温也有4到5度降幅，南部地区跟台东也会降温，到时候低温剩下17度了，全台有感变冷。在周二之前，北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可望再度飘雪。宜兰传艺中心涌入人潮，阳光露脸，游客玩得更尽兴。但返家之路涌入车潮，国道5号北上路段再度塞车，沦为大型停车场。 民众抢着在周末出游，把握难得的好天气。因为强冷空气袭台倒数中，各地将在一夕之间变天。周一开始转为湿冷。单就以冷空气的强度来看的话，这一波冷空气是比上一波冷空气还强的，明显的温度变化。 各地的温差可能都会差到10度以上，全台急冻强度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。北部低温从20度到了周一清晨，一口气降到剩下14度。预计最冷时间点落在礼拜2到礼拜3清晨，北台湾可能下探至13度低温。中部及花莲地区低温也有机会来到16度左右，气温约有4到5度降幅。南部地区和台东低温也将从23度降到17度，而这样的气温骤降，连气象局长郑明典都 提醒全台显著有感，尤其北部、东北部要注意这一波偏湿冷的天气形态。北部、东半部跟中部的山区呢，都会有降雨几率增大的一个情形。在礼拜2的话是温度最低，所以说如果水汽跟温度有搭配到的话，其实在北台湾的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呢是有机会有下雪，直到周5预计又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来袭，冷空气接力报道提醒民众留意温度变化。记录陈建国台报道。